是众神，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 神眼讲一个小时啊，这个有这一个小时呢，跟我进下去。行嘞，踩出，打个闪。因为万物都会坠落。 所以攀登是我们必然的宿命。全军出击！借点盐直接杀不了。福耶哥不学技能，福耶哥 Q 也不学 ，W 也不学，不知道学啥。晕了是不是傻了？利刃穿身，我仍毅然前行。为了斯巴达。 我直接踩出街跑，我自己寻找借口，又将他们抛弃践踏，也打不过呀。换个弱点，完了少吃一个兵，差。这玩意儿前期学个 W 是真没啥用。哎，这个弱点是怎么打着的呀？ 他刚才这个弱点怎么打着我的？我弱点在屁股后边，他咋打着的呀？真神奇！我操！你咋的？让他啥呗？干嘛呢？小明。 还敢进塔，我是没想到的啊！盖棺才能论定。千百次，我曾找到自己新的极限，而我仍旧一心前行。应该推不过去，我们控一波吧。他出来还可以再杀他一波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我将悔恨，我的名字一道葬在墓中。我踩住，贴平呗。 相助，平呗！再见。来，花叶哥，有螳螂来了，小心点啊！直接进塔。回家了。 你进塔呀！你进塔，我直接闪现，咔嚓一个踩，他不敢进。复仇即是安乐，处理高山的我并不需要。 漂亮！积木的点赞。我的命运是我手中的武器。
been slain. 结在断，天界止住不前。FPS 这个第一呀、啊。我操！我的头盔让我成为一名普通士兵。哇，炮车！我记住你，还会向天界高呼你的名字。没有什么大慈悲。但是他身为一个间谍，可能他根本也不在乎。只要会流血，就是我的手足。我踩住屋，完了。再见。杀我呢？不可能。还有意外收获，我操！这他妈是个啥呀？怎么会这里来阿卡丽了呢？哎，我都服了。怎么能来阿卡丽呢？我飞个大飞走还能碰上个人？哎呦我天哪，他来干啥来了？他刚才过来干啥来了？我们生长在暗夜和心灵的夹缝，往自己家飞，往人家去飞。那我当时这种临场反应没办法，只能这么飞呀，没地方飞呀。哎呦我操，伤害这么高。不是这弱点戳着我，我要死。剑锋，百折不挠。干啥呢？哟，回血了。行情所向，一往无前。来。喇叭哟！翻过一座山，标枪。战斗下去，你能玩过我啊？毅然前行，并不等同于逃避你犯下的错误。假装往里边走，其实不远。你来，我先走。大走快，踩住，上当了！哎呦，不踩当好了，我靠！我就记得他 W 好像没放，他咋不放呢？他杀佛爷哥的时候啊，
间接的英雄啊，真他妈恶心。人家佛爷哥都三项了啊，他一个他妈十字镐的，这不是十字镐，一个战锤的加个破逼洪水晶，能把人家给杀了你们，操了！这英雄是真恶心。浑身上下散发着恶心的气息，真的，我是最烦的剑姬这个英雄，我还不会玩。在麦田面前躁动不安，建议削弱一下。他容错率太低了，你知道吧？如果他们杀死我，至少我能以凡人之躯赴死。一个英雄一旦容错率太低了吧，这玩意儿那就不对了，你知道吧？你正常你让人给杀了，你的容错率应该是很高的。不是不是，错了，说错了，说反了，他容错率太高了，我飞了。像个傻逼，我操！回家是吧？他一直在我心中，为何而战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为谁而战。怎么，你这里头有眼儿啊？哎，我今天不干死你，你看着的，我今天必杀死你。给我死！啊，三百，血波不亏。谢谢双木的林。打不打他？我今天我得扎死他，我不能让他活下去。我这狂。凡人永在。战争之道在于听见自己的心跳，知道你还活着。你们自己看看这英雄，你们自己瞅瞅。站起来，再打一场。你可能说是，哎呀，别的英雄他有英雄特性啊，对吧？哪个英雄他打团厉害，哪个英雄他资源厉害？那你他妈的，你这英雄联盟不就是最基本的一个东西对线吗？你只有对线了，你才有的能有别的。那剑姬这玩意儿呢，那2-7跟一个6-3打平手。我那 W 让他打了，我都拿不了。在巨神峰逃跑就会摔下悬崖。你咋的呀？你咋那么牛呢？其实早已存在他的内心。差一点啊，差一点。差一点。差一内内。差了一小内内。
四个技能，你三个技能。我玩别的英雄也一样。十成之后，我将心如赴死。那四个技能，三个技能，你不看咱俩差多少装备呀？差，第一我跟他差级，第二我还跟他差装备呢。我就少他一个技能，又能怎么样？好，我拉你吧。我会记住你，还会向天界高呼你的名字。我曾给自己寻找借口，又将他们抛弃践踏。我就打英雄联盟，从来我就没恶心过哪个英雄。剑姬是唯一一个，就这么一个英雄，这剑姬改版完的剑姬。你说那剑姬打团厉不厉害？其实也厉害，我跟你说，他上去卖一下子，挡个技能也行。齐亚娜都好一点。齐亚娜虽然说是打谁伤害都那样，但是齐亚娜最起码容错率吧不算太高。我曾找到自己新的极限，我仍旧一心前行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毕竟他挡不了技能，他也就是能隐个身。强者无需慈悲。不过这提亚娜装伤害确实有点高。跟以前的刀锋似的。每当仰望山巅，我就会感到自己如入深渊。于是，我来杀个阿卡丽。来来来，我踩住，我就应该踩着卡莎，我就是太仁慈。真的，我就是太仁慈了，我跟他仁慈了。与我的名字同等，葬在了墓中。我踩住接砸，接平 A， 平 A 接砸，接点炎，平 A 接砸，平 A 踩住平 A 接砸。先杀秦女，秦女凶大，不行了，先杀 ADC 吧。这怎么回事？这卡萨，卡萨几杠几啊？八杠二，我靠！这么猛，我这塔你都敢越？行。我错了，我就应该先杀这 ADC， 我都不应该给他留活路。我一点活路不应该给他留。这要我说你就别追，旁边一会儿来人了，拿着。抓住。往哪里跑？这些神的力量，只不过是我们的倒影。正在前进。嗖！我操！求生欲很强。进攻！德加大龙。我的命运是我手中的武器。我们家打大龙老快了。
好像打不了。因为万物都会坠落，所以好像打不了。那佛爷哥不来呀？我就杀他剑尖吧。只要会流血，就是我的手足。过往与我同行。这么歪吗？来呀！这直接大龙吧，快点吧！过来把大龙打了，赶紧的！佛爷哥，赶紧帮我扛！上一小块卡刷没用，过不来。先把龙打了。回见。他不敢飞，走吧。我们家有草啊，没事。哎，不敢飞。你就跟我守塔呗，你为啥不往塔里边走呢？可以，勾引成功。让我引头，不要褪色，化作血痕。一枪所向，一往无前。太好。这卡莎一直都这么勇敢吗？好家伙啊！小龙，前进！追啥呢？赶紧小龙！每天的黎明都是诸神的黄昏，因为那时的凡间比星辰更明亮。该我了，还贴很贴心呢，跟我说该我了，没错，该我了。管他呢！人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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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队友呢？好的。给我杀！佛爷哥，漂亮，还灭。撤吧！
这卡莎不飞一下子，这我肯定飞了。飞完我就隐身。就使劲堆。堆呀，你咋不堆了呢？你他妈不挺能堆的吗？我去！已然成型，并不等同于逃避你犯下的错误。呀，订阅的谁太多了？给你这炸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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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是我出手的时机。一个小时的侏罗纪公园，看看啊，看看一个小时。